来帮你夹，来。来夹八一哈。没啦没啦。夹了几万？夹了几万？夹了几万？夹了几万的？对，来了。来这边。好啊，哎我。四个人。几乎啊，没啦。没啊，两箱片。都没了吗？好，再放再煮哦。台湾刀拢安尼啊，有啊无？有啦。我笑你哇，不还好，不还好。你是扫楼卡，你是去叫门卡吗？你扫楼卡还是叫门卡吗？对，别塞，我辛苦一点，他别塞在旁边。好，我知，我知。来，再来一片，不要收钱了，来六片给你们吃的。六片哦，来，帅哥来。来，这里，这里，对，六片哦。还有三个妹妹，各位，十六片，十五片。给就好，给予了，来一个人六片给你。这三个，来前面还有两个，后面也有一个。来六片。真好玩啊！来旁边一个，我要帮你开。来，等久，来。来，我大出几款。需要我四打，来三号出几款了，三百五了，没没有。来地方稍微放，哎、欸，算你百姓白买的人，看好伊了。小布家里老鼠，小布，那不会的。来，要吃鳕鱼排的动作。我等我们朋友要吃鱼皮，讲就不完了。来，要吃鳕鱼排的，不要离开哦。小姐要的。大块哦，来，要吃姜饼的大块丸子。两个。来三个而已哦。来四点，我也得无事的。来六片，来七片，来八片，来十片，到。你等一下，我看看还有没有，等一下嘛，看看有没有。三、七、八、六，有啊。我哥，我公婆。公婆来，公婆啊。三百给你点面。没有开掉。你一百没有包。啊，小姐，小姐，开掉。你嘛不开掉。我开两百条线。你收三个，不是？我三个，小姐，上面小姐，我有拿钱哦。我知道，我知道。啊，三个而已啊。有了哈，你拿钱拿钱，叫阿三个娘去过啊。金，阿小姐好买，六，三个都丢啊。他还没收完，我还没跟他收完。丢啊，就三个都丢。来，有买的来，一百就好了。你第一份两百，第二份一百就好。不好意思，先试试。半年没接，你觉得伴娘几岁？来，几票对了？来五百的。一夜春沙，对，你看没走？我会跟你们讲答案。五百的。好啦，你又吃丹丹，开始你要回去了，来算一百，能爆过来鳕鱼排。你要减重，你又吃丹丹，拜拜，来五百的，来鳕鱼排，没啥吧，能爆过算一百，别减肥，几杯气炸锅都 OK， 来没有吃的来两百九减两百加算一百，来你压力上回来给，来一条你两条你三条四条五条你算一百，五条二一五，你二一五能爆，来六条吧，五百的嘞，我打你，我卖去了，我最到你了。七点、八点、九点，一个去十个两百块，两百块鳕鱼排。十个两百块不要紧少，啊无十一条哦，十二条哦，十三条、十四条、十五条，来两百块，两百块全部三个客人吃而已。最后一个，来两百，最后一个人给两百块，三个人给客人吃超过十五条哦。来最后一位，来鳕鱼排两百块。我准备啊，来小姐要来。啊，光头。来两百块，来三个人给中包。来小姐来谢谢，等一下稍等一下，我把鳕鱼排包起来啊。来，别讲地方先会放在这里。来，别讲两百块，我等两百块来，等第三、第四、第五、第六、第七、第八、第九、第十。要吃的自己去找娃娃哈。去跟娃娃一起去单单吃东西。来，谁买地方先会放的？我只存五包啦，我两百十二支，加加搁加两支十四支啦，这七包二十支哦。再多五十块给我可以。好啊。整包都给你，来你要不？两百五二十支哦。地王切的棒，两百五前面姐姐要来。来存两包了，来你要不？地王切的棒，来存几包了，你要不？最后一包。来找你五十。可以了。来最后一包喽，三百就超给你了。你要我了，一点存几包呢？不要啊，不要吗？可以了吗？地王蟹会放，我放着就好。天，怎么送去？没关系。来，排骨收了。谢谢。来，放冰棒。
爽。啊，这个泡菜够蛮多的，够。叉包蛮多的，够。我没有要吃蛋蛋的。那鸡肉卷皮不了的吗？来了包六百鸡肉卷，红红的。没有了。来了，我晚上就要吃了。三百。没问题，娃娃真的，你要送东，你要送给别人吗？六五百，你六五百。最好是啊。你给我全部打好，我们全部打好。你牛肉卷全部打好。这个平位，你大头占着位。来，泡菜多买几百块，最后一包了，你们不要睡觉了。好装的换两包，来来来，几百块泡菜多买，金价好起来，来几百，就这边吧。各位，这里要。你们在干什么？大家都累了吗？来一个。来几百块泡菜多买。很好吃哎。这不便宜嘞。这碗碗那里算上贵的呢。两个真的有泡菜哦。不要六个，来五个就好了。真的有泡菜。红烧饼卖一下。一百倍的饼。四个。来存钱了。来这一个没有。我让给包完。黄哥，来，慢慢包，慢慢包。来一千个找九百。辛苦你了啊。来一千个，来谢谢你。娃娃的笨笑哎的。来，阿哥们夹鲷鱼腹肉。知道我呢，娃娃。跟你一起去吃丹丹，你们换区别吗？换座位。那边。我来沙发，我来。多距离。白雪。这个可能，这个多距离可能会抓不准。换座位呢？换座位呢？来沙发呢？来，白不收冷包过来，京东买我是要买的快点。这时间了后，白不收的主宰，再来冷包过来，京东买我是超大块的好吃哦。来七八个，来冷包过来。七八都比七八，三包的八都。对啊，我都没有留，不要起来，不要起来。最后三位喽。干嘛起来？来，冷八包的，来，最后三位，来，很好吃哦，真的很好吃哦。来，小三百，来两百块，白说，最后三人给弄装备了啊，来这边。七炸锅六吧，用七炸锅七炸锅煎，我会真正自己的。来，冷拌锅来，最后两位了，麦克说。冷拌锅按那边有第五，你要不要吃吃看？第五，有没有吃过？没有。来，公斤的冷拌料理，还是只要要抢用的呢？啊，只能三四个人给来七炸七八锅的。我不要卖一百个啦，我是真的不想收回家的啦。这样受不了。来了两个。来。三个。没有。他可能应该会有。这样机会哥，我一煎汤包，准备抬了啦。准备帮我煎煎的，准备抬啊，我安息了啦。对啦。谢谢你啊，那小弟来泡水啊。我还在叫。不要。真的吗？耶、yeah。炒一点火腿，放一个被叫叫。鸳鸯虾饼来。鸳鸯虾饼，我回去啊。谁点鸳鸯虾饼？鸳鸯虾饼啊，鸳鸯虾饼。鸳鸯虾饼还是甜鸳虾饼？鸳鸯虾饼。啊，不几叫我？是奇奇吗？几点啊？这时间那个鸳鸯虾饼，月亮都快出来了，它不能存在，同时不能两个月亮。台湾来，我们讲葱抓饼的大锅的。手工葱抓饼，从新加坡寄来。吃就好了，吃就好了。冷拌过来。谢谢。太简单，背啦。不用办法计价。都去包。看起来冷啊。冷包找你的来，冷包二五。来去包个啥？来去包个千里。来冷包二五。冷包来，冲冲冲，打没有？冷包。好害怕，你别玩了，你别玩了，不要再给了。手工葱抓饼，两百块。来，给我。新加坡寄来。来，冷包给我三包。来，真的好吃哦，乱卖了。真的好吃。来，最后的没浪费。来，大哥要了，最后一位了。手工的葱抓饼，最后一位。可以了，当然可以了。来，冷巴弄了啊！来，上海浪给七，来七八块。有啊，三个客人来，来解药。来，最后一个了。哪里呀？回来了。你细胞啊，细胞啊，你有细胞了，不用担心，还要吗？不用担心，来，七八，准备包两个。刘吉，你又来哦。
对，乌日好玩吗？要不要给他吧？只要那个。来，第二部落月亮虾饼，对不对？早上还好，早上还好没有下。要了，好，那来了，抱回来。也不能这样说。它的全名是普烧。今天到底有没有下雨啊？两包一公斤，一包五百个。怎么吃？不用好玩，对不对？你也喜欢来乌日玩，对不对？加热更香更好吃，直接这个白饭吃。做的做的很美，来冷包冷包或者一公斤200块，这一包不卖，这一包再送一年了，时间不差，这两天冷包几多，来冷包或者鲷鱼部落来200块，来冷包你来三包你冷包来七包过去来冷包或鲷鱼部落真的很好吃，而且没有刺啊，可以直接变成白饭吃，真的很好吃，来冷包或这个你要吗？来一个给我，你要月亮虾饼，好，马上给你。马上帮您服务，好不好？冷爸过来，请问您是要续约还是办新手机？来，冷爸说的，来去包括解约是不是？对，解约哈，我帮你转119，好不好？来，冷爸过来。来，客服专线出来，客服专线。而且你离乌日又那么近。真的没有吃，真的很方便。走路过来就到了。小孩子哦，要补习，我们不在家。其实这个河水加热会变冷的多一点。来，而且没有吃，小朋友不用担心。来，冷霸锅最好的没了，鲷鱼部落最后一位客人真的没有了。冷霸锅的来200块来，冷霸锅，来冷霸锅不好。哦，做老板仔呐，我是看后壁真哥啊，看我来来两百块来，最后一个人，五、四、三、二、一，搁要起价，这一只十摆拢轮到啊起价，足可怜的，三个人加一个人摕一公斤，200来一百块无，还在两个，来再一个刷，无啊，不会在现场哦，不会在现场，来乌。来，付费速成，来到那边对，哎，狐狸第二哦，切毕竟拽一个水，来来，来一辆车过来，哎，阿你莫叫伊买鸡胸是啦，只有你是可以演戏，啥物？太紧，哦哦，你太紧的啦，对啊，你那个我还是可以过鸡胸，给我500，是不要不要，给我500就好。没关系啊，他说了算。每一次嘛哦，有个人。这是我的。我努力。我在管。来月亮虾饼等吧，来四个客人哦。来找五百。然后在隔壁的那个，他是连包跟你讲，没有，他是没赚，没骗。对的，这样子够不着。等一下，再一个给我。来，怎么少了一包？我在这边。谁的？对啊，几个花艺。没有了。红蛋嘞？红蛋嘞，你给我红蛋嘞，你是酒醉来呀？对啦 ，Oh my God！ 这恩客四餐位都重要啊，你看怎样？来，要吃肥肠的500块三个客人，脆皮肥肠只有三份，来，我发过来。来，我发的。不可以，我今晚买雪糕去啊！来三条。你别再讲低嘞，低我两台。来，最后一位，别吵，500块，最后一位了。一条就不止200了。来，黄爸，最后一位，最后一位。你先找那个托车，你也有一台。因为来买的话，一定要托车，不然会搬得很辛苦。要不要？好。站住啦！下班啦！三包了，哈哈哈哈哈！你干几包？干好啊！干几包来？过来，给几号人？100先掉，100。100三人给啥咩？写一排。来，按那个泡菜给我们也好了。泡菜给我们三个。
来，泡菜锅碗，刚刚谁买的？来，谢谢泡菜锅碗。好，其实我也有脱课了。泡菜锅碗。在那边。泡菜锅碗。我们以前做生意的时候，留下来的。谢谢。以前摆过夜市啊，我摆过夜市啊。来两包。那个我。台北有啊，台北有。台北在永和。来两份。还有三重桥下。月亮馅饼没有了，不好意思。我就想了。剩下月亮而已。来两份月亮。月亮姜皮吧，来，今晚呗。来，今晚要吃月亮姜皮吧，今晚。来，两百块存两百人钱，来三百块的姜皮吧。一条就100多块了，我三条都没四百的，两百块最好的姜皮吧，五万哦。好，谢谢你们。来，第一家喝300块，一个变两百的。不会，这衣服这个吗？谁要吃？当然是员工啊，问他也不知道。他是硬汉呐。很棒。等吧，底卡波上面加底卡波，他是硬汉啊，他是板娘的弟弟啦，硬汉是板娘的弟弟。等包呀，这样去包，八号这边来七八的，富贵猪脚圈100块，超级好吃。大国青，你说你有去过那个？那边的叫卖场不好玩，对不对？今天的蛋子啊，那就没办法啦。我要再多一个蛋子。我要再蛋子，再多一个蛋子。谢谢你。不用，不用买两包油。你觉得比较没有味道，是不是？不用买了，只有我听得懂。我台湾来的。啊 ，OK 你。我台湾来的。可以摆这里。好。可以这样子。来，我取出来，三明治我取出来。来，不被借来了，等爸过来。唐阳鳕鱼罐头，唐阳鳕鱼。准备等爸。对啊，跟刚才一样。爸爸的尾巴来，过来，来七八红起来，七八唐阳鳕鱼罐头，100块，好了，等等爸来。你很划算的，买到真的会很划算哦。你叫中华伟。嗯。后面七八红嘞。来啊，妹子。算你的。了。归你的。你刷的吧？走吧红蛋的，你紧来，我都会一直叫红蛋的来。来，谢谢。我知道你，你觉得跟中南部的比起来，少了那个好吃，北仑北少吃，少了那个味道，就是太。小妹来靠上哦，来。太机器，太自式化，太官方了。我知道你的意思。来，双叶蟹脚来，300块我来。来300块来，你喜欢那种，就是跟客人在那边拉勒啊，讲一些有的没有的。大家啊，哈，兴致来那么好的时候，6个客人。哎，哎，当然，只有六个，来1000块，来喽，卖完了，1000块。别把麻辣的要我挑，来就掏前面了，1000块。下次会有啊！来大盘，大盘，大盘。哦，有。来随便搁着。来1000块，有没有要拿钱？张，2块500。你下次是没有遇到这次机会的时候。对啊，东南部我们也拍很久了。来，兄弟。刘景，拜拜，刘景，拜拜。1000块有没有拿？是这一盘，平盘。来第一，有点糊。有点糊的话，有点糊。我没找过。等我一下。几千五。有点糊的话，你们等我一下哦。来，来，司机，送没送了？不带回家了。来，几千五。这样，这样你等下啦，去处理看看，该走啦。对哦。
我无给你买啊，我给你看俩。我会稍微卡一下啊，我弄一下。来，整盘弄给你哦，1000块。只有6个过来，来一千，给他一只处理得了。来1000，没有人理我，来交个赏礼，来1000块。再新鲜的食材都需要冰冻，来一千。卖来完咯，我那坏咯。我不知道这样能不能好一点哦。来2号，来1000个，只有6个，来1000块，来，打开。